马铁道，我们今天买了一台三千型，我们要把它打开。虽然我原本想要买普悠马，但是因为我选择困难，所以我还是买了一台三千的普悠马。下次跟另外一列三千型买。然后再用蛮力开启中，开了。请问这咋回事呢？我们先，真贴心，这里了，这样，非常的帅的。可是它是红色线条，它没有出绿色、蓝色之类的。然后再来，那我们先放这里，然后把其他三台也拿出来。这台有集电工，然后集电工旁边这里这个是车尾。然后它是红色线条连壳，然后它这个防坠板呢，它是有做出来的哦，给各位看一下防坠板。然后它的连接器是 B， 然后还有一般车厢的连接器，前面这边是没办法再挂连接器的。给各位看一下，看不到就算了。然后我现在把这辆白金鱼号连在一起吧。新车的连接器都比较难过，然后给各位演一下，这班是377，这班是377车次，开往台东的新市强号，新日通过。然后倾斜的时候，因为三千不会倾斜，就翻车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